结果妈妈就直接从那里走掉了。妈妈说的在这里啊。哦。ATM。Monaco。Monaco。Monaco。Lele。他卖的不是都是女人的吗？为什么是他男人在广告？因为看起来比较帅啊。都是项链啊，翡翠，那个什么绿宝石的。这超好看的，越来越。你要买吗？没有。买这个干嘛？卖啊。买这个卖干嘛？过几年它就会增值啊。